首先认识一下腰椎，腰椎包括 L 一、L 二、L 三、L 四、L 五，腰椎之间的缓冲区域叫做腰椎间盘，外面是很多圈的纤维环，纤维环中间包裹的果冻状物质成为髓核。正常的腰椎可以向前、向后弯曲，也可以侧屈转动。如果脊柱长时间处于向前弯曲的状态，此时腰椎前方的压力会远远大于后方，长此以往。 会造成腰椎间盘受力不平衡，髓合产生生理性向后位移，导致腰椎间盘的膨出、突出乃至脱出，就产生了腰椎间盘的突出症。研究表明，百分之九十腰椎间盘突出症都发生在 L 四、L 五、S 一之间。腰椎间盘突出症本身没有症状，只有当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的时候，才会出现腰疼、屁股疼、腿脚麻木的情况。 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习惯原因一：姿势不正确的久坐。有研究表明，站着的时候脊柱承受体重百分之百的压力，坐着的时候脊柱承受体重百分之一百五的压力，坐着身体前倾时，脊柱将承受体重百分之二百五的压力。原因二：过度的弯腰工作。弯腰时，椎骨对腰椎间盘前方的压力明显增加，长此以往，腰椎间盘就容易变形。 髓核也容易从后面突出。原因三：长期受寒。当腰部受寒时，寒冷的刺激会引起腰部周围的血管收缩、肌肉绷紧，腰椎间盘内的压力会增加。长时间的受寒就可能导致纤维环破裂，髓核被挤压出来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。原因四：肥胖。由于体重的增加会加大腰椎间盘的压力，容易损伤腰椎间盘。日积月累就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。 如何确定腰椎间盘突出症？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。动作一：采用坐姿，身体坐在凳子上，尽可能含胸驼背，然后缓慢低头，下巴尽可能靠近胸口。如果出现疼痛加重的情况，就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可能。动作二：在动作一的基础上，尽可能抬高疼痛一侧的大腿。如果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，那么再进行动作三的测试。动作三：采用站姿，双脚前脚掌着地。 缓慢行走，如果疼痛一侧腿部行走时出现动作受限，那就基本能确定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。今天带来麦肯基康复疗法的训练，对于那些单纯的膨出和轻微突出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有明显的效果。当脊柱后伸时，腰椎间盘向前运动，可以将腰椎间盘突出的碎核向前松动，从而减轻神经的压迫情况，以此来改善疼痛的发生。动作一。 身体俯卧平躺，双臂放在身体两侧，头转向一侧，保持这一姿势做几次深呼吸，然后完全放松全身肌肉两分钟。动作二，只有在做过动作一之后才能做动作二。保持动作一的俯卧姿势，将手肘放在垂直于肩膀之下的地方，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，保持这一姿势两分钟，目的是伸展腰椎，减少腰椎间盘的压力。动作三。 在第一次进行动作三之前，请先做一次动作一和动作二，保持俯卧的姿势，手臂弯曲放在身体两侧，摆出做俯卧撑的姿势，然后伸直手臂，在疼痛可以忍受的前提下，尽量撑起上半身，注意指骨不要离开地面，在最高点保持一秒钟，然后再回到起始位置。此动作重复十次，要求重复这个动作时，尽可能使动作的幅度比上次更大一些。 这个动作可以伸展腰椎的同时，帮助突出物的回纳。动作四：双脚分开站立，双手放在后腰部，四指靠在腰椎两侧，躯干尽量向后弯曲，使双手作为支点。此动作重复十次。如果动作三完成不了，可以先做动作四。动作五：身体仰卧在地面上，双腿弯曲，使两膝盖靠近胸部，抱住双腿。 在疼痛可以忍受的前提下，轻柔而缓慢地将两膝盖尽量靠近胸部，保持这个姿势一到两秒钟，然后放开双腿回到开始的位置。做这个动作的要求是每次都要比上一次更靠近胸部，目的是缓解下背部的僵硬感，增加肌肉弹性。此动作完成后，应该马上重复动作三来恢复腰椎的曲度。动作六，在练习动作五一到两周的时间后，并且没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下。 才能做动作六，坐在椅子的边缘，双脚尽量分开，双手平放在腿上，向下弯腰，双手抓住脚踝或者尽量触碰地面，然后恢复到初始的姿势。练习时尽量使每次弯腰的幅度比上一次大一些，每组需要做五到六次，目的是缓解下背部僵硬感，增加肌肉弹性。此动作完成后，应该马上重复动作三来恢复腰椎曲度。动作七。 在动作六连续训练两周之后，并且没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，才可以做动作七。双腿分开站立，双臂放松在身体两侧，向前弯腰，双手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向下伸，然后返回到初始的姿势。练习时尽量使每次弯腰的幅度比上一次要大一些。每组做五到六次，每天做两组。在做过动作七之后，应该马上做动作三。注意事项。 正常有效的训练是在训练一段时间后，你的脚部疼痛感首先消失，慢慢腿部疼痛消失，再后来臀部疼痛消失，最后腰部疼痛消失。即使在疼痛感消失之后，也需要继续练习。不过你不需要进行全部的练习项目，可以多做练习二和练习三，中间配合练习一，最好是早晚各一次。为了避免疼痛复发，你需要久坐或长时间弯腰时。 定时休息，再配合做动作四。如果做完之后疼痛没有缓解，而是加重了，那就需要马上停止训练。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，大家有问题欢迎评论留言，拜拜。